我廿几岁已经有成800度近视，呢几十年咧仲成日睇电脑同埋睇文件。我有60几岁，只眼都冇乜事。我相信系因为近十几年咧，几乎每日都有冲杞子饮有关，其中咧仲有好大嘅学问嘅。杞子清肝明目咧，好多人都知道，但系点解呢？同埋有咩根据呢？几年前咧，香港大学医学院就做咗一个杞子嘅长期研究，发现杞子除咗可以保护视网膜上嘅视觉神经，预防青光眼，亦都可以防止咧大脑嘅细胞凋亡，预防咧系脑退化症。点解杞子有咁好嘅效果呢？因为当视觉神经退化嘅时候咧，坏蛋白就会发放一啲不良嘅信号，令到咧細胞自毀嘅，而杞子嘅提取劑咧，除咗可以阻止呢啲壞細胞傳達信息，更加可以發放良好嘅信息，保持神經細胞生存，或者咧係替補壞死嘅細胞，轉危為機。嗱，講到杞子咁叻，咁都個份量啱先有用㗎。有人話煲湯最好，我請教中醫，佢哋話煲湯咧，其實個功效未必咁大。要杞子嘅成分能够出到嚟咧，其实起码都要读几个钟头嘅。咁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咧，而家我即刻俾大家睇下咧，我整几个钟头之后，我制成品系点样嘅吓，大家可以睇睇啊。大家记得咧，如果你饮嗰时咧，要连渣都食埋。港大研究建议市民每日咧係攝取量為20到40粒，但係服用薄血丸嘅人士咧，食之前要問下醫生。最後講下點樣揀杞子啦。見到杞子兩邊咧係白色嘅咧，就應該係冇染色嘅，係好嘢。但係都係最好揾有信譽嘅商鋪或者大學嘅中藥部買咧，就比較有保證嘅。